船来了，还在这儿吃，走，船来了。看着点，不然小心你小命不保。兄弟，小心我们的手段，让开，让我们过去。兄弟，这里好玩吧？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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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！各位，走，大家日常到前面看看。难事，想求个财或者护个身、报仇什么的，自己出马肯定不慌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神物。这个神物的制作过程可是相当的繁琐啊，取少许柚子分割成小瓣，取少许西瓜用勺子挖去一块榨汁，取出玉米碎须用火烧成灰，然后用纸包包住，西瓜汁浇在柳树木雕上，然后将纸包放在木雕前默念咒语。我可以派人出马，对，派我，你可以出马。那要是让你去偷个香、窃个玉，你也出马吗？那我义不容辞啊！想得美。所以说，你们还是有不方便亲自去做的事情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保障。柳仙人，正宗柳树雕刻。经过7749天烧炼，还没开眼，开了眼他就认你当主人啊！随心所欲，无往不利呀！出价，1000块大洋一个，每次加价100。什么是柳仙人啊？百年柳树烧制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太不靠谱了，这个怎么不靠谱？是这样。百年柳树烧个7749天，那不成灰了？所以说，每造一个柳仙人，都要烧掉一棵百年柳树。哎，方兄，你不是专程来给我挑姑娘的吗？哎呀，咱就甭管这些，走。雪莉，你们干嘛去？我先去办点正事儿，回头找你玩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哥不见了，有线索。大师。今天早上喜鹊叫个不停，就知道有贵人要来，可没想到还是位美人呢。大师，我哪是什么贵人呀，我就想算算姻缘，也顺便和您认识一下。姑娘这般才貌，
姻缘必定好。我们里面聊。嗯。小姐，贵姓啊？姓莲。这个姓倒是不常见，和我一个故人很相似。男的。小姐要看姻缘，生辰八字告诉我一下。辛巳年七月廿五卯时三刻。辛巳年七月廿五卯时三刻。